这个马格努效应的这个滚筒就做好了，我这是按照日本的那个教授的他那个样子做的，现在还不清楚是这种的升力更大还是滚筒的升力更大。这种呢有一个优势，就是它这个滚筒它自己可以转，只要有风的话它可以自己转，就不需要另外再加一个齿轮给它传动，只要有运动有风它自己就能转，只要转起来了它就有升力。我现在是计划直接把这个电机装到前面来，这样子就比较高，但是不知道这会不会因为太高了会不会低头还不清楚，看不太出来，不知道会不会低头。感觉可以，等下去试一下。我要助跑，再来一遍。可以的，方向舵控制不太习惯，我把方向舵调到负一来。大问题，你知道哪里坏了吗？舵面反了。方向都是反的，我操！刚换了一下线，没有检查，也好像没事，我是用纸胶带粘的，再粘回去。不太好控制，我的重心还要后调。第三起落测试，刚刚头断掉了，现在电池又往后移了点，感觉升力不是很大，头有点重，然后后移了一点，再测试一下。哎呀我操，平衡头打掉了，断电断电，飞不了了，我感觉是反扭的问题，它一扭过来就尾旋了，失速了吧，失速了，它只能往一边转弯，我才发现动力不够，速度上不去，没法爬升，它只能平着飞。总结一下，这个飞机我还挺意外的，今天下午刚开始拿出去的时候只是想去测试一下看它升力够不够，没想到它还飞起来了。这架飞机我用的电机是一个 212KV1400 的40安电条，然后舵机只有两个，因为只有升降舵和方向舵，整个机翼就是一个滚筒，没有副翼。它在空中飞行的话转弯纯靠方向舵，因为这个滚筒它是一个笔直的，它的滚转稳定性如果要提高的话只能把这滚筒抬高来，把重心降低，
现在这个重心其实挺高的，只要一转弯它很容易侧翻，侧翻的话这个飞机就完了，一侧翻就直接栽地上，其他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这个动力不太够，我要重新再设计一下，再做过一架，这架飞机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帮我点个关注，我是布丁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